今天主要地状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我帮你讲一下。我们是针对不起诉处分书里面，我们觉得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来申请再议啦。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书状内容。那我们书状内容大概有分成三个部分哦。第一个是针对这个死因的动机的部分。那第二个是针对赖小弟他大体上的这些疑点，然后第三个是针对现场见识，我们认为还有疑点没有厘清的地方，大概是这三块。这个大体上面这个我想先讲一下，就第一点这个死因的动机哦，我指的是说，因为不起诉处分书里面哦，他是写说这个赖小弟哦是自这个十楼坠落啦吼，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去认定说自十楼坠落，那他是自杀或者是他杀或者是意外，这个在不起诉处分书里面并没有去交代到，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方面是不是还有必要来去查清楚。假设说认定他是自杀的话，那他有没有自杀的动机，那以及现场是不是留有遗书，那假设说是他杀的话，那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以言语恐吓的方式或者其他强暴胁迫的方式来让他不得不逃出十楼的这个部分然后跳下去，这个都是我们的假设，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认为在地检署做出不起诉处分之前应该要就相关的疑点来做厘清才能够下一个处分。那我们认为说如果说没有去查清楚他是自杀他杀或意外的话，然后就做一个不起诉处分说没有犯罪嫌疑，是不是可能稍微太快了一点。那这是针对第一点的部分。那针对第二点哦，就是这个赖小弟身上的伤口，我们还是当然检察官这边很努力的去帮我们约谈了当天的护理人员以及医生护理师，这我们都非常感谢。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还是没办法明白说为什么在同一个急救时间点，在同一个急救时间点打的针孔，好，那左手的针孔是完全没有皮下组织出血，但是右手的针孔，右手手肘以及右手二头肌的针孔却有明显的皮下组织出血。那同样哦，比如说他们在右鼠膝部这部分也有打针孔来建立这个中央静脉导管。那像右鼠膝部的部分也没有皮下组织出血。那其实我们并没有争执说不可以打中央静脉导管，这个为了急救一定要打中央静脉导管，这个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家属还是会有疑惑是说，那为什么同一个时间点打了针孔会左手边的都没有皮下组织出血，右手边的却有，那会不会这中间是有什么环节没有注意到的？因为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看了这个不起诉处分书里面所记载的有关于这六位医师以及护理师他们的证词哦，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位这个护理师或者医师哦明确证称说，明确讲说哦，这个针孔就是我打的，或者说这个针孔我记得它就是打在这个位置了。好，那其实大部分的都是讲说哦，他们可能会在左手跟右手都有建立这个静脉导管，但是详细的位置好不是很清楚这样子，或者说忘记了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个左手边没有皮下组织出血，但是右手边却有皮下组织出血这一点，那么也许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哈，再针对这一点去续行侦查了哈，然后就是说再去问清楚说，会不会是这个急救的时候，也许哪里没打好，所以造成皮下组织出血？如果最后答案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接受哦，只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案，一个合理的交代，其实都可以接受，没有说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是生前伤口我们才接受，我并不是这意思。可是处分书里面并没有讲去特别提到皮下组织一边有出血一边没出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疑点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有一个交代的这样子。对，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赖小弟他的这个脖子的这个伤口啊，那这个脖子的伤口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出血的情形啊，齁，那这个检察官这边可能是认定说是护颈造成的，那这一点可能我们也比较难接受啦，齁，因为这个护颈本身它就是为了保护颈部的嘛，齁，然后说它会造成这个这边的淤伤，我想可能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啦。那么另外我们有仔细去看一下这个检察官的这个简报，不好意思，容我拿一下他的简报。那个检察官这份，应该说是不起诉处分书这份这个勒颈的照片啊，他可能是示意图啦，因为我不是很确定说为什么赖小弟他是5月4号早上11点的时候坠楼身亡嘛，但是他的这个护颈啊，他护颈拍照的照片是5月5号早上10点10分，那他这个意思是说赖小弟是一路带这个护颈带到隔天吗？我不是很确定啊，所以他的这个护颈说护颈是这个勒痕是护颈造成的，但是他这个拍照时间是隔天早上的5月5号，那关于这一点我就不是很清楚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情形。那这个是那个眼尖的热心的网友特别指出来跟我说，那我在这边特别感谢这些热心的网友有跟我指出这件事情这样子。好，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这个勒颈的部分啊，这个勒颈的伤痕其实是很明显是跟这个护颈是没有关系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想要再续行侦查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场见识的部分了，那现场见识的部分啊，我们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说二楼那个大门的门框并没有去做一个血迹或者是擦撞这些生物基证的测试。那我们从这个不起诉的处分书里面，或者说从这份简报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基本上呢就是用目测的方式，好，是说啊，因为从十楼阳台望出去刚好可以看到二楼的门框，那应该就是那里了。那我想说，当然这种目测的推敲方式当然是鉴定方法一种，这个我没有否认，那只是说因为这件事情人命关天，是不是可以针对二楼的这个部分进行生物基证的采证？那其实我们在侦查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跟检察官这边来做申请，那也许检察官他们有其他的考量，所以因此并没有进行采证，那这个我们也都尊重。那所以我们现在提起在意，那希望高检署这边齁，中高检这边看是不是认为说确实是有必要来针对二楼的门框进行一个唯物基证的采证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在意的一个理由。那还有一个理由是，就是我们发现说这个不起诉处分啊，有特别提到在这个扣案的啤酒罐上面哦，有一个 Asahi 的啤酒罐。那 Asahi 的啤酒罐呢，上面是有这个赖小弟的 DNA 哦，采出来的 DNA 跟赖小弟的 DNA 的形体是相符的，而且这个啤酒罐里面哦也有验出这个麻醉药品利多卡因，麻醉药品利多卡因。那因为这个不起诉处分书里面哦，针对利多卡因的来源呢、啊，它是写不明啊，不明原因沾染到利多卡因这样子。那我想说，因为利多卡因它也是一种麻醉药品嘛，吼。那如果是有这个服用或者涂抹的话，那也有可能造成这个死亡或者是说意识昏迷这些结果。那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针对利多卡因的部分来进行调查？那尤其是其实检察官也非常非常认真哦，其实他说他们是有去验这个赖小弟身上啊有没有利多卡因的足以致死的量啊，他说是没有验出来足以致死的量。那只是我们希望说，也许检验的项目不是针对利多卡因本身，而是利多卡因经过人体的代谢之后所产生的这些代谢物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说，既然啤酒罐里面又有赖小弟的 DNA，
又有发现麻醉药品利多卡因，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一点，好、哦、来进行更多的调查？那这个是我们这些在医状主要的理由，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我后续这几天会后续再继续递啦。对对对，今天是第二份状而已。